Hello， 大家 Interbox 的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就是在我们全汉在 Computex 的展位上面。那我先各位介绍我们现在最新今年在推出的 CUT593 这个旗舰的机箱的机种。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从背面这样看过去，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最大的特点，一般的 case 都没有的，就是说我们是采用双玻璃的设计。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的 case 来讲，另外一边是玻璃没有问题，但是其实这一面一般来讲都是用金属的方式去把它挡住线材啊什么的。那我们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为了这个 case 量身定做了这个就是整线的这个板。那整线板的话，我们会预先安装就是 motherboard 还有 CPU 的这两条 cable， 那是用编织线的方式去做预安装。预安装之后，我们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电源安装进去，然后把线材放在下面，就可以把它完整的把它全部都把它挡住。那后面我们可以当做就是在机壳的侧面，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展示的一个重点。那这就是我们最新设计的一个整线板的功能。那另外还有这个机壳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就是我们支援是六个风扇的水冷排。一般来讲，水冷排只有上面会有水冷排。那水冷排的话，一般来讲是只有三个风扇而已。那我们现在上面在新增了三个风扇的安装位，也就是说你有六个风扇可以支援这个水冷排。那就是用一推一拉的方式去让你的 CPU CPU 的 radiator 更加的降温。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风扇位的部分。那这个是黑色的版本，那可以看到其实黑色跟白色的版本都是用这样的设计。那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前面板的设计，前面板的部分的话，它可以用磁吸的方式去做一个更换。像这个是布面的设计，那还有同时还有金属的设计，那都是采用磁吸的设计。那我们在每个 case 里面，我们销售的时候都会内附两个不同的面板，那可以去做不同的更换，那就是也是用磁吸的方式，方便你做任何的更换，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Interbus 的观众大家好，我现在在全汉的摊位，那我们要介绍一下说我们全汉今年要新推出的散热器，有空冷散热器以及水冷散热器。好，那我们先从空冷散热器的介绍。目前空冷散热器是型号是 MX09、哦、那是一个高阶双塔的散热器，是一个七热导管的双塔散热器。那我们目前搭配的是14公分风扇以及12公分风扇、哦、那这样的整体相容性，我可以前面安装灯光记忆体的时候是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另外一个特点是说，我们有一个下沉式扣具，我会让我们整体风扇往下降低，可以维持在散热器在160mm 的高度。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说，我们是容易安装。当我的扣具组装完之后，我可以直接本体从上面不需要拆风扇，我就可以安装本体的部分，这样子。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我们有一个蜂巢形状的鳍片造型，它是为了帮风扇做一个整流的效果。好，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空冷散热器的一些主要特点。那再介绍多水冷的部分，目前已经有三个规格，以及240以及360以及420的水排。好，那我们这一次的水冷头是一个双腔式的一个设计，它是会增加它一些静压的流量，好，以及一些那个它的一个什么水的流量的增加，这样子让一个散热效能增加。那我们已经有使用到一个工业用的三层热水管，它会降低一个冷却液的挥发。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在介绍到说，我们有做了一个整线板的部分，我可以把线材的部分做一个收纳整理的概念，让它做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情况。好，这就是大概我们一个水冷的一些基本特点。各位 Interbox 朋友大家好，那来到今天 Computex 全汉摊位，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电源产品。那我们在明年度会推出一系列的全新系列的电源产品线，有第一阶的 Vita， 就是从入门的开始，然后到中阶的 The Van 系列，
然后到 Mega， 这是我们高阶的系列。那这一个这系列就是我们明年度全新推出的新产品。那这是我们全新的系列。那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呢，有我们今年就是在摊位上展出最新的一个概念的机种，就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里面散热的鳍片去做一个设计，那就可以让我们的散热更好。那风扇同时呢，我们用一个薄的风扇设计，那可以让我们风扇的第一个是噪音降低，然后转速也可以降低。所以这是我们最新的展示的概念机种。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机种就是我们这个钛金牌的机种。那钛金牌的1000瓦同时也在 Computer 展场上，我们有获得 BC Award 的一个奖项。那这个奖项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那这个机种就是我们第一个是以绿能为出发，那以钛金牌的机种，然后再加上这个整个外观的设计，那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钛金牌的机种。再来是我们之前就有推出的像这个 SFX 的机种。那 SFX 机种的话，现在我们这款已经做到最大是1200瓦的机种。那这是我们的型号是 Dagger Pro， 所以现在这个机种是白金牌的一个 PCIe Gen 5的机种，那是已经支援到1200瓦的一个输出。那当然还有我们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在销售的一些 ATX 3.0 PCIe Gen 5的机种，那我们全汉已经推出所有这些可以支援所有的显示卡，还有最新的显卡40系列的，让你的使用上就绝对不会有安全没有问题。感谢 Enterbus 的粉丝们，今天呢很荣幸呢跟大家介绍很多新的产品，包含我们整系列的 ATX 3.0 的电源，还有我们新推出的机壳以及散热器。那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做介绍，那欢迎大家可以在有空的时候来我们的摊位逛逛，或者是看影片，可以了解更多的产品资讯哦。谢谢大家。